的发表会。然后这一次的活动目的就是巩固我们的老平台。然后我们会，这是已经成立将近150年的老公司，大家也知道，一品就是银饰啊，就是还有手表啊，还有所有的那些饰品，像这类的都是他们已经很老牌的那种，还有知名的他们的 Tiffany Group 已经成为他们的那种标志色，他们已经就是大家签这个颜色已经叫 Tiffany Group 了，已经就是取代了颜色不太远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，好，我们要录一下，那我们要求，他们要求就是以简单为主，然后他的资讯在背面，然后就是直接像先 Tiffany Group 的，然后餐饮服务资讯都会写在上面，然后再是我们的活动证明。我们会办在就是101两上上面那里，对，101台北101。然后我们的活动证明就是 Tiffany 的那个防尘塞，然后塞在你们现在的 iPad， 现在三 C 产品大家都是随身携带，那所有的人都用，几乎都用得到，除非他就是不想拿给我看，他怎么样？然后这是无限送的，除非是当天活动说是送完为止，那我们会尽量提供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主舞台的设计就是这样。然后大家都有跟我们的那个 Tiffany 花粉在上面，然后我们的入口接待处也会有这个，然后就是直接放接待处啊，就不要剪，那个会破坏视频。然后再我们也有那个请到这个是，你是不是少一张？上次前一张。哦，他是小雅轩，看得出来吧？好，然后再我们有请到我们明天是夏轩。还有，等下是这个是麦克风，没有请主持人来拿麦克风来给我们拍一张。然后再是主舞台视觉，这个就是视觉的广告，然后就是刚刚那个主舞台视觉的效果。然后另外一位宣传就是那个舒淇。然后这次的活动产品就是因为是7月14是银色情人节，然后银色情人节就是意思是说，算是有象征意义。就是情人说会送，就是首饰啊，就是象征性的物品来，就是继续坚定我们继续就是永恒的爱情啊，象征性的这种会有这个活动，会有这个行为啊。然后我会推出就是一饮一景的那个视频，就是代表东方跟西方，情人跟情人之间，男生女生之间，永远爱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最后一个是另外就是，这刚刚是奢华款，那这是简易。掉嘛，掉。OK， 好，然后那我们最后一张是这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同学们，烦请帮最后组长分数，然后等一下会去回收你们手上的分数表，然后会统计出就是这一次那个发表最成功的组别哦。我一张没有发。